透视易经解锁密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占中说卦。易经的道理是根据什么来呢？是根据观察来，观察天文地理、地球万物、医学、文学、人类的活动，也有世间所有生命的变化。易经想要传达的道理，就是一个易变，啊，就是变化的道理。伊甲阮讲，这个世间无啥物代志是永远拢袂变的，无一个物件会当永久拢袂发生变化，嘛无任何人是一世人拢袂改变的。这个变无一定爱等一个指定的时间，或者是要等一个特殊的状况，伊才会来发生。易经内面所讲的变，其实是每一天，甚至是每一分、每一秒，拢伫咧变，是无分时间、地点，也有对象的变。古早时代的圣人，就是因为因已经了解这个道理，对天地之间的变化拢真清楚，会当提早想到下一步有可能会发生的变化，所以因才会有大成就，成为人人敬重的圣人。有一句话叫做在天成祥，在地成形，意思就是在讲，人只要知影天顶日月、天星运转的规律，知影地上山川草木成形的变化的原则，自然就会当掌握过去以及未来的情形啊。说下来，咱要来看的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七卦巽卦。卦名是地水师。伫个开始解说巽卦之前，咱先来简单复习顶一卦的部分。第六卦天水讼，讼卦讲的就是诉讼、纷争。一旦诉讼裁判的结果出来了后，有人会不服，就会增加双方的矛盾，进一步造成严重的冲突。在古早时代，就是会引起战争的意思，所以宋卦的后面才会接地水师。巽卦地水师的师有兵将，兵将的意思。师这个字在以前也是一种军队的编制，一师的兵差不多就是2500个人。后来这个字就发展出准备要战争的含义啊。战争的存在，不仅会造成真侪人的伤亡，也有产生粮食以及经济发展的问题。这些问题拢会让人感觉真忧愁、紧张。所以地水师这句话冇忧患的意思。不仅是安尼，师这个字又可以当解说成引导众人的人，譬如讲长官、师长、领袖。说下来，咱要看的是巽卦的特色。地水师这句卦表现出有实力、有毅力，而且也唔惊困难，加接受挑战的意思。虽然会碰到困境，但是最后拢会当一一来化解，而且嘛会当得到别人的娱乐。卦的巽卦代表你目前碰到的这件代志又困难又个复杂。所以你会感觉真忧愁，甲真辛苦。这个时阵，建议你得爱去找有品德、有声望的人，而且上介好也是真有经验、有智慧、嘛有手段解决的中者。安尼，你的代志才会当圆满来解决，而且嘛比较比较袂另外产生纷争。如果你是去找一个无经验又个德行无深的少年人来替你处理问题，那安尼你失败的可能性就会真大。地水师这句卦的卦是坎为水，上卦是坤为地，所以这句卦的卦象都是地中有水的情形。坤卦就亲像大地同一款，会当包容世间的万事万物，所以抱着这句卦。也可以说君子除了要站在上界头前指引大家以外，也要有亲像大地同一款包容一切事物的北斗，要知道用法律去规范百姓，以及想办法去拥有百姓才对。有一句成语是这样说的，师出有名，
意思就是说出兵战争进行一定要有正当的理由。古早时代的人真重视这点，因为因认为若是无缘无故就挑起事端发动战争的话就不赢，所以在很久以前武王要出兵去攻打帝王进行，才会先由周公站在众人的面头前，一条一条讲出帝王昏庸无能的罪证，证明因出兵发动战争是伫咧替天行道，有正当的理由，嘛是因为安尼下面的士兵才会充满士气，因为因是站在正义的这边，会当得到生命的庇佑，一定会当顺利打赢这场的战争。所以因在战争的时阵，都会更加勇敢。为这句话里面，咱会当看出，身为一个领袖应该爱有的能力，一个好的领袖在军队里面是真重要的，因为伊做的每一个决定，唔定会当决定战场的局势，也会影响到士兵的生死，甚至是国家的存亡。所以一个好的领袖除了要有聪明的才智以外，也要有度量，可以包容很多的人事物，这样才可以得到好的名声，也才可以出阵成功。总结来说，书卦地水师有出兵战争的含义，代表现在适合持守正道，而且最佳好是去请教有智慧、有威信、也有经验的中者，这样才可以结成顺利，没有太大的过错。这是一支代表统合战略，等待时机，随时都可以点燃实力的决战卦。大家学易经，做人处事可安心，身体健康心安宁，投资求财必得利，做伙学易经，家庭幸福永更新，修行路上可见性。禅宗说卦节目后期账号42274784，号名是方法界基金会。欢迎回来禅宗说卦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卦是地水师。师卦主要是在说只有遵守纪律，坚守在正道顶端，才会当避免在得到利益。有一挂人伫咧讲到宗教信仰的时阵，拢会心心闭闭，唔敢大声讲出来。有的人是真禁忌去甲别人讲到这方面的话题，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立场、观念甲兴趣无同款，就容易发生冲突。其实信仰这件代志一点啊嘛无复杂，为佛教上界根本的概率来甲看，伊的存在只是为了要约束佛门弟子的行为，以及维护佛法的正当性尔。咱学佛拜佛，无应该是为了要求佛祖保庇我大贪钱，或者是实现我的愿望。咱虔心学习佛法、读佛教经典，应该是为了要成为一个搁较好的人才对。信仰的存在是用来约束家己的行为，不是用来改变别人的。到底什么是坏人，什么是好人，咱真歹直接来做判断。但是透过学佛修行，咱会当知影真济道理，知影什么代志会当做，什么代志袂使做。你会当无做善事，嘛会当无做一个大善人。但是至少你唔当做一个会危害到别人的人，这应该才是宗教的信仰存在上界重要的意义。易经爻卦论命理，掌中屈指之玄机，一爻一卦问世理，学得易经行万里。不如百万四千的法门来对治众生的烦恼，就好亲像一支卦，会当有非常多的面容来解说众生的问题。在解说后天八卦的卦象进程，咱先来了解天干地支以及五行，这是真重要的基础。所以咱用图卡来让大家了解，请看图卡的介绍。
天干与地支，十天干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十二地支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。五行起源于金木水火土，宇宙万物都是由这五种基本物质的运行和变化所构成。五行相生，金生水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。五行相克，金克木，木克土，土克水，水克火，火克金。六亲生克土，一卦有六爻，分排六亲。六亲分别为我、父母、兄弟、妻财、官鬼、子孙。具体分辨方法：生我者父母，我生者子孙，克我者官鬼，我克者妻财，比合者兄弟。我的五行属性即为主卦卦宫的五行属性，总体相生相克顺序为：父母生兄弟，兄弟生子孙，子孙生妻财，妻财生官鬼，官鬼生父母，父母克子孙，兄弟克妻财，子孙克官鬼，妻财克父母，官鬼克兄弟。所以咱为几个大家比较较强啊，当着的问题来解说，换着地水师这个卦的结果是好也是歹呢？首先是投资求财的部分。问投资求财的问题，用心就爱看财财，输卦的细牛坐财财。咱之前捌讲过，细牛代表卜卦的人，也就是家己。输卦的细牛坐财财，而且财牛也是用心，这就表示你最近的财运真好。不管是投资股票，或者是合股开店，拢真适合，会当把握机会去求财。每一个人难免拢会有迷茫，唔知影要如何是好的时阵。伫碰到问题的时阵，有人会积极去找找解决的办法，也有人介意求签卜卦，希望神明会当予家己一个指示。易这个字有改变的意思，易经的中心思想就是伫咧讲世间万物万事变化的精妙。当然运势也是这样，有时候会好加真旺，在你的身上连续发生很多好事情，有时候就会平平淡淡，不好也不坏，有时候甚至会坏到让你感觉自己顶世人是不是做很多坏事情。说了那么多，主要是想要表达万事都会发生变化的概念。人会变老，运势自然嘛会随时间来改变。所以，不管你今仔的运势是好也是歹，请你唔当骄傲，嘛唔当失志。只要你会当保持本心，继续踏踏实地打拼，就会当得到好的成就啊。所以，咱来看八字书卦伫婚姻感情方面的问题解说。按先来看男性的部分，男性问婚姻感情，用心看车载，输过的细牛坐车载。针对还未结婚的男性，因为细牛坐用心的车载，所以对目前身躯边有未歹对象，或者是已经有女朋友的人来讲，代表你的良缘已经出现了，而且你会当甲对方长久做伙，建议你爱把握一段缘分。如果是已经结婚的男性，拨着书卦，就表示你娶到一个贤惠太太。你的太太真够勤家，这是一支对家庭真有责任感的好卦。再来是女性的部分，女性问婚姻感情，用心看卦规。书卦的细牛坐车财，如果是还未结婚的女性，拨着这支卦，因为车财气势，而且细牛的车财。会去生用心的官鬼，就表示你喜欢的对象目前对你并无意思，你可能是一个单相思的状况。对于已经结婚的女性来讲，安尼卦象代表你伫厝内面的权力真大。如果你本身也有伫咧上班赚钱的话，你每天不止
爱无用公司的代志，下班以后也爱照顾厝内面的人。长期辣椒上头烧的结果，就是你爱付出真济心思加气力，压力真大。妈妈是一个又个辛苦又个甜蜜的工作，嘛是一种无要求回报的爱。有的人是放下一切，全心全意照顾家庭的全职的妈妈。有的人是同时顾虑着工作甲家庭的职业妇女。不管你是对一种类型的妈妈，拢值得别人甲你讲一声，你辛苦啊！您为着这个家所付出的一切，使人真敬佩。接下来是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解说，问健康的用心看官贵，药效看子孙，输过的细牛坐车载。在牛气势在健康方面代表你的病，真有可能是饮食引起的，尤其是爱注意吃伤过营养的问题。只要你卖用贪吃，想办法改善家己的饮食习惯，就会当尽量避免脾胃口疾的状况啊。健康的身体是快乐的源头，只有你保持身体健康，你才有机会去享受生活，体验更加多有趣味的代志。一个健康的身体是让咱会当正常运作、正常生活上界基本的条件。所以咱平常时啊，一定爱特别注意身体的保健，提醒大家，不管是吃中药还是西药，建议拢爱经过医生的评估才来吃，千万唔通家己做医生买来路不明的药品来吃，以免浪费钱又个伤害到家己的身体。之前有讲过，人的身体嘛是一个八卦图。地水书的下卦是坎为水，上卦是坤为地。咱已经知影坎卦对应的部分就是耳啊，坤卦代表的就是八道。八道内面是用来装物件的，因为坤为地，大地会当包容一切，所以才会讲坤卦对应的是人体部分是八道。唔也是安尼，这嘛是伫咧提醒咱。爱亲像大地同一款有宽阔的北等，包容万事万物。再来是学业甲科技的部分，用心看爸母，输过的细牛坐车载。学业科技方面的用心，爱看代表文书的爸母牛，但是细牛的车载会去吸用心的爸母，对科技要学习来讲相当不利，表示真歹得到。好成绩的意思，考试除了爱靠运气，自身的认真更加重要。天开无白吃的午餐，如果你根本就无用心伫咧做准备，但是你煞跋着一支好卦，嘛是无路用。就算临时抱佛卡，嘛是无效的。讲到临时抱佛卡，大家敢知影这句话由来？同门伫个真久以前，南方有一个国家，全国的百姓拢是虔诚的佛教徒。当时有一个拄啊被判死刑的犯人，一听到家己确定被判刑啊，就趁官兵要来抓伊进前，走到寺院内面，伊一看到大殿顶冠庄严的佛祖，就赶紧抱着佛像的脚，然后一直咧忏悔。讲家己愿意的半世人拢做回首，希望官府大人会当予伊一改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后来，厉害的官兵看到伊是真心要改过的行，就替伊求情。最后，迄个人的罪就被赦免啦。几冬后，来自这个国家的回首去中国传教的时阵，就将应时无烧香。急来抱佛卡这句话传到中国去，所以以后大家才会用平时无烧香临时抱佛卡这句话来形容。平常时啊，拢无咧做准备，事到临头才雄雄公公伫咧报救的人。工课问题解说，用心就爱看官贵，输官的细牛坐车载。
在后起势，车在的起势，用心的光轨，代表你最近的工作运不错。你长期的认真付出，总算是让主管看到了。主管会在他的心内给你不错的分数。未来若是有升迁的机会，他第一个就会想起你，所以你顺利升迁的几率真大。虽然的时阵，长辈或者是老师常爱讲讲，本教得爱先背，骨力会当弥补能力的不足，也有只要功夫深，剃土嘛会当磨成绣花针。这种鼓励话，虽然天赋甲认真打拼的心态真重要，但是长期的坚持甲热情，同款嘛是真重要。最后是官司方面的问题解说，用心看官规，输怪细牛坐车载，在牛起势会起势，用心的官规，表示你最近有债务损失的状况，需要搁再开一寡钱，上诉的几率真大。以上就是地税师这句话的问题解说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进入易经的世界，了解卦的运用，掌握家己的命运，让你拥有幸福健康的人生。感谢你今天的收看，咱下回再见。各位好，欢迎收看《一雕之美》。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阿华师傅。各位家人，大家好。哎，师傅，我们今天要来聊聊就是雕刻的种类。我们最早看到的是人物像嘛，哈，还有包括动物。那后来它怎么慢慢发展到其他的项目去？我们在开始的讲说，我们的雕刻是以天然的雕刻的雏形去慢慢的衍生到一些的有些木条，它有形状，慢慢的就是画龙点睛过去。啊，后来呢，我们又去学习了一个日本的一个雕刻，还有聘请我们中国的师傅来再雕了、雕刻以后呢。慢慢的衍生我们的雕刻呢，就有一些人物类、人物类，还有动物类，还有一个是寺庙的，寺庙类的方式的，还有寺庙类，寺庙类，寺庙类也是佛像吗？它没有，也不是佛像，这是属于建筑了，寺庙建筑，寺庙的建筑，建筑类，还有一个就是平面类，平板的，比如说像我们的。一些房子的有些窗户的一些窗台那个雕花是不是？对对，那个平面雕刻啊，那也有另外一类。另外就是我们的一般的佛寺啦，或者道教里边的啊庙啦、妈祖啦、观音啦、关公哦，那属于比较自式化的雕刻这样子。那一些不是都是比较量产，属于量产的雕刻品吗？对对，一般量产的话，就是我们供奉类的一些雕刻，可能就会比较属于。量产，在我们三叶的雕刻呢，大部分都是属于单一作品。所谓单一作品，就是可能这个材料适合附注于它哪一个人物像或者是动物，尤其刚才这像这边这个山羊开泰，这个是山羊，它刚好一个扁扁薄薄的，刚好可以刻类似这种造型，对对对。那比如说我们雕刻从最兴盛的时期，那时候大概都是走外销嘛。对对对。那后来转到内销的时候，是不是它的种类会需要更多？对，因为外销的种类呢，可能它区分的是比较单纯化，因为它订单来，我们做什么，他们就买什么。那到了我们要求什么，我们就是做什么。对对对对。内销的话，内销呢，我们都多样式的。那从内销的时期呢，我们就演示了很多的一个。类似家庭的家具，有天然桌子啦，花艺的一个盆子啦，还有茶盘啦，靠背椅啦，椅子，对对对，这都是后面才衍生出来的一个居家的类家具的方式，类家具的方式，那它也是由那个就是雕刻师，一般在雕刻像这一类的雕刻品，他们去做家具类的雕刻，这是一样的。不一样，那是有点这个不同派别的师傅在做的，不同，有专业做这个天然的桌椅的师傅去做，这个做雕刻呢，他可能这种区块呢，比较粗，所以说不一样的方式去处理，不一样。那师傅你看，
像这个就是您刚刚讲到的属于那个 天然雕的，对对，是天然雕刻的一种天然雕本雕刻、它只是把它的天然的根部的美、把它稍微的处理呢，显示它把它的美显示出来而已，所以它的纹路上面不会看到像这么明显的那种雕刻，对，它没有雕，它就是原来的什么塑形，它就是做对它的塑形是怎么样，它就把它保留起来，把不需要的腐朽的地方把它磨光，这样就是类似我们早期在日本销刚才销售日本的那种情形的很雷同，这样就是要保留它木头原来的一个形状，一个美感。对对 对, 对，谢谢阿华师傅的分享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艺道之美，我们下次再见。